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非常感谢每天下午六点到六点半持续收看台股理财通这个节目单元，我是李双李老师。那大盘我讲持续会起，吼反弹啊，今天有起无？拜四、拜五、拜一这三天，投资朋友有起无？有嘛？哎，起啊，真起了未？我甲你讲啊，未。那老师今天580亿呢，足恐怖呢，580亿哈。不会是常态啦，台北股市现在的常态是在600到700亿啦，这真的是常态。但今天起到第三天，有的人不敢用啊，所以讲量就松。啊，我们代表讲大家无人要甲你卖偌济，吼，无人要卖偌济。啊，这个盘要起到偌济，我刚刚吼爱起价吼，我刚刚是起到中轴啦，吼，起到中轴。咱先看美国股市，我甲你看这个盘吼，底线啦。当然你即马讲以中期来讲，即马当然是空头啦。那看美国嘛，美国对15658的道琼，你看上低点14880，然后这两天在反弹了。那反弹其实它现在才到五日线而已哦，它的压力中轴是在15269点。相其实美国是比人较弱的，你知无？为什么来咱看咱台湾的大盘？这条线是十日线哦，这三天安尼起起来。今日差不多到十日线附近7896，今日收7894，这波有没有865落来反弹？对价开始落的时阵，你看这一直十日线一直压到现在，哦，又有机会突破了。那提到这里，有没有机会这边突破稳住十日线？我觉得有。为什么我要安尼讲？来，投资朋友，来，咱看这张图。8月22、23，其实这两天是足大的关键啦。为什么是关键啦？你看哦，今摆拜四，你要做多嘛？阮太子是做多哦，哈。啊，你做多了，来，迄天是开盘破连线，然后杀，然后留上影线，然后再往上走，好收在连线之上。那一天其实已经形成了下跳三空，我跟你讲嘛，下跳三空嘛。啊，下跳三空意思就是代表价。会反转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反转到什么程度，要看护盘行动有没有持续力。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你说拜四看还没有什么感觉，拜五哦，就真的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拜五我们台子是又做多，拜五你也知道拜五又起啊，因为拜五开盘台子只有起过十几点啊，重点在哪里？拜五最大的重点就是那个开盘让这个外资大卖106亿的外资还要做龟孙子啊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刚才他不敢买了，今天他买2亿，虽然他没买多少，不过说实在做不真完，我真的想要跟大盘说出来，奇怪，就讲袂落来，很快就做卖吼，很快他自己真的赔钱在卖了。我讲起来，我真个我先讲你听，伊即个年8000亿要千几亿，到今卖400几亿，那么个断断呀，伊个卖嘛，啊你讲卖也情有可原啊。道琼啊真的是翻空啊，道琼现在来讲是走回跌的路啊，你现在这几天还是反弹了、啊，我们还是反弹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我来讲他们是反弹，即卖是空哦，空反弹做多哦，你要想方向要做清楚哦。什么什么状况？现在是空头市场反弹，持续反弹，所以拜四拜五各拜今日台子市，为什么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？啊，我嘛做的，我看你讲，我今日安怎做？啊，你看这两支加倒状反转，加倒状反转，所以说从礼拜五你可以很确定一点说哦。咱政府真正大家要甲动好掉，啊！你看小心吼，今日报纸讲的，而电费，咱的小老百姓袂甲你气啦，不爱气啊！因为吼，佮气吼，每年五都大选要哪算，对不对？等你声音几乎拢有咧听着啦，拢有咧听，为着啥物？为着每年选举嘛，吼！所以咱即马有啥物，无满意的啦，要政府啥物建言呢？吼，其实政府即马拢听下落吼，这是足好的代志，我讲实在。啊，股票咧，讲明年要选举，啊，你股票敢会好落？我感觉，除非讲美国落3000点、4000点、5000点啦。啊，毋过讲实在，美国落3000点、4000点、5000点，咱敢买落？咱敢有起着？咱起到历史新高，啊，咱呢，
咱含九千点懵了懵无，咱含八千五懵了懵无。今年到今嘛一个三尊头尔啊尔，啊，即摆还有站上颈线啊，七八六六，哦，所以讲遮七八六六，减少七八九四，啊，无差无几点啦，啊，差三十几点尔，啊，佫真正佫收袂掉，啊，就大家拢翘起啊，安尼尔。啊，毋过以昨个结果，我感觉是袂啦，好，所以大盘来讲，量伫遮吼，咱一步一步行，虽然咱讲咱政府之前要做到，真正要甲盘去收掉，啊，毋过会收袂掉，会收袂掉，爱看道琼。哦，美国安尼嘛足重要，啊，外资上少嘛就种救起啊，对不？哦，买啊嘛，昨拜五嘛，小可买，啊，今日买啊，无像安尼拜四安尼，少的卖一百块，人伊们没有相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相看，哦，所以讲这个盘是有动啊，总结就是有动，要去偌济，一步一步看，真正要去，来，投资朋友8001，所以这波啊，我的目标价吼，一波反弹，我先看会当到8001啦。所以讲，今日嘛做啦，甲你讲一下。阮台子期拜是做多，拜五做多，今日嘛是做多。来，你看，阮今日短线多单7817啦，卖。吼，啊加9:50，这趁钱是卖一半。啊，佫落来，佫7822，佫卖，佫卖哦。啊，阮782212点全部卖出。啊，这7817一半，阮解破咱多单4%，就是两口投一口安尼。啊，今日呢，来，投资朋友，我简单甲你报告啦，今日袂歹啦吼。你看，我今日操作吼，然后咱做多嘛，我讲咱做多嘛，你东西买在今日的相对低点位置啊，所以讲咧了吼，阮袂好，袂含慢，你知无？你话今日来，加倍，买一支咱落来啊，买掉嘛，对不？你看通通通通，去哩无？卖掉，过来，过你家，过来，去哩，加个倍。啊，所以才一半留仓，好、哦、卖出一半嘛，一半留仓，所以至少两口做的还有一口。那今天两次，那会员咱做这位靠，咱拢说一盖靠了，安尼加起来今日赚32点，啊做多安尼赚钱，所以风阳看到你买做到，风阳看到你买还买到水的点也买到，拜四拜五甲今日，那我拢做多，安尼赚钱，好、哦，安尼有赚钱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其实差不多大家报告安尼。股票的部分，来，我今日甲你公布哈。我拜六礼拜，即我甲你讲莲花科第二，莲花科第三，我一届拢甲你讲。今日股票大起无？无。啊，老师你无大起，要做啥物钱呢？唔免啦，反正我反正拢趁钱吼，先甲你讲一下，不要紧。安尼你听较会清楚啦。吼，啊，因阮成本都已经拉高了啦。讲实在，啊，咱讲莲花科第二是啥吼？大家甲你报告一下，应该重点是甲你新平盖二吼。来，联发科第二哦，还要讲这进，我要讲第三方支付吼，第三方就开始整理啊。你看量咧爽，啊，不过卖了偌济。啊，阮股票无买，我先来讲，阮置冠 ，Oh my God， 我拢会留，因为这个族群，吼、哦，这个族群会阁起啦，会阁起啦。啊，你也无的吼，啊，最近咧整理吼，你著可以留意啊，我无叫你买吼，哦，你会留意。啊，你想要大赚的，敲电话一摆。我们怎么样做？你们烦恼，好，我一点也无烦恼。我今日还卡电话了，老师啊 ，Oh my God， 今日落呢，置冠今日落呢，免烦恼啦。我讲迄种主流标股，你免烦恼啦。后盖差不多一段时间，你赶快讲，我甲你讲真啊，给你记，今日有做笔记。我希望你看我节目吼，你赶紧今日摕一笔记一下。我甲你讲的股票，后盖安那行，我袂使讲高目标价或者这個，我唔当讲啦吼。啊，不过其实在这趋势来讲。当然可以去的啦，那可以去的，免烦恼，哈，免烦恼。好，来讲莲花科哈，我讲莲花科第二，莲花科第三，上重是啥位？上重伊的毛利率足高，莲花科是47%，啊，这个股票莲花科第二呢，那我来讲莲花科第二是对第三位来，莲花科第二专攻微型云端伺服器，与微软独家合作新版系统，切入4G云端广告市场。法人一点呗，对吧？来，这个叫做5274信华，来，我来看啊，5274信华，加，哦，啊，这有除权息哦，5块，哦，啊，我买你除权8.5块，买你169.5，169.5，有赚钱无？有啦，今日嘛收七八啦，就赚钱息啦。好，今天收169.5嘛，就169啦。
哦，今天上完172，啊，再收169，有赚钱。啊，你妈先跟你讲，啊，有啥物这支也好，来，同志们，我讲股票别跟你乌白骗啦，你看毛利率54.77。54.77，好，你看到无？我不跟你骗嘛，对不对？54%毛利率，做100块的物件，卖出去100块，赚54块，哎，赚够嘛，对不？高毛利率，好。啊，为什么伊的毛利率这么高？啊，为什么？你看哦，伊今年8块尔，你看本益比有高无？有高哦。啊，为什么这支股票本益比高？讲较坦白的是技术高啦，伊技术牛，牛里底。来，投资朋友。伺服器里面的 IC 哈，我请问你，咱台湾对近公公司做得出来 ？Nobody， 干了一间尔，干了做得出来尔。啊，上重要，为什么伊的毛利率这么高？重点是伊的毛利率这么高的原因，就是伊摕联发科的迄条四核心的手机的IC， 就是四核心那个处理器，手机那个处理器，他把联发科迄条。手机四核心的用你手机迄个处理器，起来经过伊的技术的改良，去做啥物？去做伺服器，为伺服器，哎，一层一层，迄个伊的叫做迄个，迄个处理就是整个运作的处理的 IC。等于讲，咱讲 Intel， 伊做处理器，然后伊也一粒，我要卖你，我卖你6000块。你不知道联发科的四核心一粒卖多少钱，一粒也卖几百块而已，所以等于说他拿联发科的东西加工加工加工几百块的东西，经过他加工一粒卖出来了，那个附加价值提高了好几倍。当然他不会像 Intel 说一些大厂卖了5-6千块一粒没啦，他可能卖3000块4000块，但是你想想、我一粒几百块的东西，我变一个模式，一个变了3000块4000块，所以他的毛利率高了高你家，所以有技术的公司吗？有啊，物件有技术，你爱卖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卖出去啊。咱台湾的台湾的捷运在广播系统，这种伊会用的，这云端伺服器拢伊的，回路伺服器拢伊的。啊，即马上重点的是吼，伊开发一个系统，甲中国大陆合作啊。要做啥物货？要做人讲吼 ，A P P， 你毋知咱拢下载 A P P 对不对 ？A P P 下载了，下载了，下载了，啊。你有这个软体，啊，比如讲你要坐车，你要逐工来通勤，迄、个软体要提早8点钟啊7点钟来甲你讲，哦，你要坐车，几点？剩几分钟？剩几分钟尔？这个庞大的系统，拢是要用的，也是伺服器，啊，也软体，它等于说它从硬体到软体中间，它整个衔接起来。然后请问你，大家话拍入去，它这通勤呢？你看人诶，什么黄金周啦，吼，哎，回家拢挤得水泄不通。它等于说变成一个交通的管理，你个人的交通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管理的都在它里面了，哦，所以说你未来它这条卡大陆啊卡出来，咱台湾要安尼做啊，对不对？大陆以后如果这样做，你看商机偌大，惊死人，哦，惊死人，信话。啊，另外一支股票 IML， 联发科第三 IML， 好，我先来讲，我买偌济，我买78。啊，今日偌济？啊，今日那热啦，今日创新高了热啦。咱先看毛利，看我甲你骗无？52%嘛，吼，我无甲你骗，对不对？啊，今日安那？那今日落81.7，落个八。现在上悬是85.2，啊，我无卖啦。我系讲无彩。啊，其实你讲差3-4块，80几块还好啦。上重要是伊个趋势。好，上重要是趋势在还往上嘛。啊，我要78。好啊，这礼拜呢有一个，前礼拜呢一个某大券商出一支股票报告。伊个标题是“俗啊，真正唔够俗”，就这两字尔。啊，俗啊，真正唔够俗。啊，你看，伊看对唔看唔对啦吼？啊，人今日打出来尔，今日把它出来尔。啊，阮8月10日出货买啊，阮加提早一礼拜。吼，俗啊，真正俗。啊，俗真正俗。啊，我唔知哪，唔知哪看，我袂使直讲啦吼。我是讲有人安尼看，哦，俗啊，真正俗。啊，俗里底对唔对？啊，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会甲你报告。啊，今日重点是。新瓶盖二，我呢对巨腾，我即个赚差不多30%啦。我卖掉啊，我先来讲我卖掉啊吼，因为我卖掉，我转去佮开起个股票，吼啊巨腾呢，我要上到19块，啊我对巨腾这支股票甲你讲了，我袂来讲为虾米巨腾会大起，啊另外我新瓶盖二，这是从巨腾的观念找出来的股票，
爱基本面安那，咱进广告，广告马上给你报告。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珠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珠。五分珠，紧够好。新庄复都新旁巨擘造镇计划，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。周子良从化区领涨指标。预约两年后的荣景，捷运生态水岸宅新仪式，8295-0033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，我带会员做股票，我拢尽量买离股票，一个股票安尼修正完后要起的开始，不过这个起呢？不是反弹，我是看也怕一个主升，啊，我当然买。这波联发科也看足清楚，建汉来，啊，这波联发建汉，我买你家，好、哦、买你家，啊，联发科，你看这波我想想嘛买你家，这波嘛买到，再落来时阵我搁买，啊，再搁起你啊，好、哦，搁起你啊，好、哦，来看足清楚的嘛哈，联发科想叫。未歹啦，虽然这几天拢黑客，我拢还未买，我拢还未买。啊，你看3638，哎 ，IML， 我3638，哎，哎对，你看，买你家，好、哦、买你家，是不是那种底部开始起？啊，你看这支，有到一波落来无？哎，120%安尼落来，所以我咧买拢带会员，80%到再高拢买你家。啊，重点是吼，投资朋友，你讲买你这，你才知对这开始买起，哎，这个足重要哦。这个看产业，你看有无，看有无，看有无。所以讲，你看阮买的股票，靠大盘较无关系。就是吼，阮买的股票拢是真正大盘。你看大盘今年起嘛是落个 IMO 落个变变叫，大盘起到什么关系？伊就惊家己的老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9136巨腾，来，你看这波21元，啊，大盘到外卖。5、6、7这三个月大力盘还好啊，有咧起啊，哎，太热干嘞，太热干嘞，太热干冰冰叫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我对这开始买，来，我看来来，为什么我来买这個？我刚才讲你听哦，来，7月7日，来，这切高对不？上低，我买一工，买一工，啊，这波你看上完起到19元，来，7月7日，7月7日。7月7日，9136巨腾，类金属机壳出货旺盛 ，Q 三营运动能期成长13.45%，上盘起到19元啦。这波巨腾规波安尼算出来，头尾赚50%啊，起50%，我赚30%，我卖掉啊吼，我赚30%卖掉啊，我净系赚足钱，我卖掉啊。来，你看，
迄天，我来讲这支股票，为什么最长一波会起？投资朋友，你这个敢有看到答案无？有吧？你这个没看到答案，我就真正有看到答案无？什么 iPhone 5S？ 我做实习，做实习个无？体验我速加，有看到无？结果你看到啊？哦，原来拢巨腾做诶，是啊，拢巨腾做期间呢啊。啊，你要敢买无？你敢敢买？你讲，未讲你买伫遮，你讲嘛安全啦、啊？你讲你讲会当想阮赚遮济吼？这着我唔敢讲啊，拢实在啊。所以变赚遮济诶时阵，当一支股票，你着爱慢啦。我买你家的时阵，我安那甲你讲来，镍、金属、机壳产能大增，全球第一大塑胶机壳厂。为什么 Apple 爱锤着？伊要做中低阶 iPhone， 伊爱降低成本嘛，伊袂使用各种 TK 啊嘛，伊爱用啥？用塑胶的啊，安稳呢？当然，落到这的时阵，我就知道 Apple 要做这个动作啊，已经在做这个动作啊，所以阮算算诶，哇，毛利率、营收下半年比上半年会大好啊，啊大好，啊搁落价呢，就甲买啊。你最看后个看的股票吼，阮甲你讲的股票拢是安尼啦，拢是落价呢，要开始好的时阵，他带会员开始买，所以阮一波拢能赚两二十趴、三十趴、四十趴、五十趴啦。你看，三六八七。Oh my god！ 那我买你家啦，投资朋友，有小感无？袂甲你骗啦，一百四十米，我买你家啦，我买八十二，一百空白白，卖了我赚了，我今麦搁咧布局吼，我搁有哦，我袂讲全部拢无卖，但我搁有，我搁感觉自己搁会起的啦，啊，不过今麦起价就回整理正常，你看，我敢是买你上低点，无，啊，要趁你要起的时阵有，所以讲我带你买股票拢是安尼啦。拢是安尼，啊，当然，我买这股票有理由啊，我拢提前有甲你讲无，即支巨腾要起的时阵有甲你讲无，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讲你讲你巨腾无赚的，有可惜无？当然可惜啊，一波现在赚九一三六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嘛赚八十二，赚到一百空白，赚三四十趴啦，吼，或者我无算，赚三四十趴啦，啊，现在这支九一三六，啊，巨腾嘛赚三四十趴啦，安尼啦，啊，你买你才会惊未？投资朋友，你买十三块四，买你才会惊未？你家己买，你当然惊。啊是落到遮会阁落未？落到遮会阁落未？因为你无一个讲捌一个产业，无一个讲捌一个这间公司的基本面，你袂当然会惊。啊，你啊对一个，对我，啊对我的团队，捌对一个讲啊捌这个产业，投资朋友，你敢会惊？你袂惊啦，绝对袂惊。来，我开始买一支，拜五买，惊趁钱。啊，拜五足奇怪呢！啊，阮拜五买的时阵，三大法人对阮做伙买，三大法人对阮做伙买，嘛是 iPhone 五 C 五 S 诶。爱查理堆小讲 iPhone 一个改变，一个物件改变，物件改变了，爱找上者，爱找做第一名的者嘛。想要塑胶机壳，全世界第一名要找谁？啊，就找巨腾啊！啊 ，iPhone 要做一个改变，我咧想讲，我要改变进程，从台湾，唔是台湾啊，全世界够人做会出来，伊量大，你知无？啊，一个多样化，物件个咧，有 S 啦，有啥物，有 C 啦，一堆啦，吼，啊个 iPad、iPad 我一堆，啊我讲换一个零件尔，哇，拜托，啊这间公司无迄个材料，我较做，我太敢变，我 iPhone 无先准备好，讲你给我做会出来，我等候你，对唔对？啊，你趁钱，啊我嘛趁钱，大家拢好。啊，无我变一个，你也做袂出来，我要找上者，我们家己自己拿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吼、哦。iPhone 库克袂晓讲啦，无晓讲啦 ，Apple 库克袂晓讲，所以拢想好啊，啊想好了，都拢等候伊啊，开始做啊，啊开始做，自己就要大趁钱啊，免咱大趁。来，我算过啊吼，毛利率下半年跟上半年比，毛利率增加33%。营收增加34%， EPS 增加1.2倍，122哦，我已经下卡拜了哈。这是今年下半年跟上半年比，明年 EPS 的部分，阁较今年成长40%。啊，你看这支股票 ，EPS 即卖大成长，对不对 ？EPS 大成长以后 ，PE 也大成长没？也一直大成长嘛。啊，你 EPS 成长，
PE 成长，啊，你股票大起未？会大起未？无，透可能无大起啦。啊，投资朋友有伫加点无？有伫加点无？后间我开一支互你看，你看这支股落偌济啊？小刚甲巨腾落甲变变个，对加点个开始要起命。啊，改重啊，是真正伊基本面的改变，互伊这支股票未来下半年甲明年，抱个互你赚大钱的股票。所以投资朋友要赚大钱，唔茫客气。卡电话入来，新苹果概念二 ，iPhone 5 C 5 S 的年底上看55000台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档股票，欢迎来电咨询，交我助理操作顺利赚大钱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选择安全的方式，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，交通部关心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，自民国101年起取消均缴薪资所得免。